本期讲解一个抖音胎教音乐2.0版本，超级暴力的变现方法，日入500，适合零基础的小宝妈啊操作。这个项目就是在抖音制作胎教音乐进行引流变现，无成本的胎教音乐资源轻松卖到9.9块啊、19.9块啊，甚至49.9块都是可以的。最简单的制作玩法，做着测试了几天，引流效果挺好，制作也简单，自动成交系统，无需跟顾客沟通就可以完成成交。啊，大家看看这套课程的话是非常好的，作品只需要换成音乐就可以。这是课程目录，包括这个项目的原理啊，包括这个实操教程，还有变现的思路。一共是3节视频课，大家看视频非常大。200多兆啊，600多兆啊，700多兆讲得非常清楚，还有这个资源打包，这个胎教音乐直接下载就可以了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大家同样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抖音胎教音乐啊，或者是胎教音乐2.0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